他48会住进监狱，坚持每天做这件事，出狱后竟比从前更美丽。58会四度再嫁，如今已于60会活得更精彩。我认真地看完了她的故事，一个传奇的女人。很多人对她不屑，甚至嗤之以鼻，但她面对生活的种种挫折，坚强乐观地面对，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女人本该如此，学她这样站起来。女人要学会像草一样坚韧。2013年演艺圈最令人吃惊的新闻，莫过于著名影星刘晓庆以58岁的高龄在美国风光出嫁。新郎是将门之后香港商人王小玉，据说对方对他一往情深，追求多年。此新闻一出，反应最大的就是女人们，凭什么呀，一个年过半百的女人却能保持貌美如花，活得快乐健康，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最后还能嫁得如此如意郎君，让我们这些为情感、为健康、为事业、为家庭劳心劳力，却总感觉离快乐和幸福越来越远的女人们情何以堪。更有人大呼，秘诀在哪里？让我们一起探寻刘晓庆的人生历程，从中寻找答案。刘晓庆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自称是昆仑山上一根草，意思是指自己生命力顽强，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都能够活下去，且活得漂亮。事实也是如此。在刘晓庆的生活中，各种大大小小的挫折几乎是如影随形，她一直都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曾受人仰慕，也曾遭人唾弃。迄今为止，他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挫折应是那次起始于2002年的税案风波。当时他因为旗下的多家公司涉嫌偷税漏税而被正式拘捕，而自己最亲近的妹妹、妹夫也因此案受到牵连被逮捕。海外媒体披露，刘晓庆遭此牢狱之灾，完全是因为早前得罪江泽民，被江泽民赏赐的结果。据称，江泽民对办案人员的指示是，只给他留一条命，条件是闭嘴。当时这个案件备受关注，刘晓庆预感到自己凶多吉少，他在一夜之间白了头。但仅仅只花了两天时间，他就调整过来了。他详细列了一个书单，让律师帮助转交给自己的朋友，要求照住书单把这些书送来，反正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我正好利用这个时间看书写作。在秦城监狱的422天里，他每天跑8000多步，因为求是小能数步子，每天洗凉水澡，即使外面大雪纷飞，北风呼啸也是如此，每天学英文，一直坚持到出来的那一天。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检查身体，一查比过去还健康。他说，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坐十几年牢的准备。我想即使坐牢也得有个好心情好身体。出狱之后，身家曾经高达1亿美元的刘晓庆面临身无分文、负债累累的状况，
最糟的时候连买菜的钱都没有。朋友们纷纷提出要帮他，有的甚至提出人民币来见他，他都坚定拒绝了。你们在我落难的时候依然把我当成朋友，我已经很感激了。至于经济上的困难，我有手有脚，能自己赚。他给过去相熟的导演打电话，不管角色大小，只要付钱及时就行。这位曾经的一线明星，极多的影后头衔于一身的以骄傲著称的优秀演员，在那几年里来者不拒，马不停蹄的排戏，有的甚至是只有几句台词的小角色，他也不计较，也想得开，没什么，我能有能力有机会靠拍戏养活自己，赚钱还债，已经很感激了。看事情总要往好的方面看，我很乐观。有一次，刘晓庆与当时人气正旺的林宇春一同参加活动，在后台，记者和观众都疯狂追逐助理宇春，为了保护这位新晋人气王，唯一的一间贵宾室只能给他一人，刘晓庆和另外一些演员只能坐在过道里的椅子上。有一名记者眼尖，发现了这个坐在嘈杂过道里的女人竟然是刘晓庆，立即把话筒递到她嘴边，庆姐，坐在这里有没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感？她笑了，从容作答，新人辈出是好事，再说他还是我校友呢，我们都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让本来希望能从以言辞直率著称的刘晓庆嘴里挖出几句猛料的记者庆幸而归。这种从高处跌到谷底的豁达淡定，不是一般人轻易就能有的。还有一次，姜文拍摄电影《让子弹飞》，作为过去的恋人，现在的好友，姜文很想藉此机会帮刘晓庆一把，就邀请他来扮演剧中的县长之妻。可刘晓庆看完剧本后，觉得这个角色并不适合自己，就果断拒绝了姜文。他对姜文说，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在创作的时候，应该把作品放在第一位，其他的都得靠边站。我曾经最欣赏你的就是这一点，你不要把这宝贵的一点给丢了。我现在的这点小困难，和作品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他的剧演让姜文感动不已，私下里曾向朋友感叹，很多人都说我有情有义，在他坐牢的时候竭尽全力帮他，其实不是我有情有义，这样一个女人值得我帮。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具体到当事人各种滋味，也许只有自己最清楚。但是出现在公众面前的刘晓庆永远是那么积极阳光，活力四射。他说，人生起起伏伏是难免的，好日子好过，但是把坏日子也能过出快乐来的人才是真正的牛人。与他在电视剧《杨门女将》中有过合作的香港演员张柏芝曾经赞叹，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能吃苦，但庆姐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吃苦的演员了。拍摄《杨门女将》时，很多场戏都是在沙漠里拍的，条件异常艰苦，但是刘晓庆却能在拍戏之余苦中作乐，教大家讲四川方言，
以直到现在张柏芝还能用四川方言说好吧是安逸窝。张柏芝说，那部戏虽然拍得很艰苦，但是因为有庆姐也拍得最开心。很少有人知道，事实上直到2010年刘晓庆才完全靠一己之力还清了所有债务。在还完最后一笔债务时，刘晓庆感叹，接下来我总算可以演一些我自己喜欢的角色了。此次结婚，刘晓庆在微博上高调秀出自己的婚纱照，皮肤光洁透亮，小腰盈盈一握，惹得网友大发感叹，这简直就是一个逆生长的老妖精啊。更有网友发帖引得无数共鸣，我14岁的时候他是这样，我24岁的时候他是这样，我34岁的时候他是这样，我44岁的时候他还是这样，这个女人她把我们一个个都熬老了，只有她自己还是这样，羡慕嫉妒恨。这些说法让刘晓庆哈哈大笑。一直以来关于她的容貌和年龄种种猜测就没断过，尤其是关于她整容的传说，传得煞有其事，有鼻子有脸。对此刘晓庆很坦然，绝对原装，从未整过。那又是怎么保养的呢？都知道刘晓庆爱打羽毛球，她是中国明星羽毛球队里无论球技还是勤奋都堪比职业选手的人，被队友戏称为女魔头。坚持羽毛球运动是刘晓庆保持年轻面容和苗条身材的主要方式。此外他的生活方式也非常健康，演艺界人士很多都是夜猫子，基本上是晨昏颠倒，他却很少熬夜，晚上如果没什么事10点多就上床了，从不去泡吧，早上爱早起，他说睡觉是最养人的，我看现在很多女人晚上不睡觉，然后又去花很多钱买昂贵的化妆品来弥补，这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除去这些就是他的好心态了。他曾经说过一句话，种种美容之道最有效的一条是心宽。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庆姐脾气大，但是发了就发了，过后很快就忘，从来不生闷气。4次婚姻，3次离婚，刘晓庆的情路不可谓不坎坷，但很少听见她像个怨妇一样抱怨哪个男人，也没听见她说过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过往的感情经历一定有过伤有过痛，但从未摧他心中对于爱情的信念和向往。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彼时刘晓庆对他并无特别的感觉，此后他一直做一个默默的守望者，看住自己深爱的女人经历各种起伏，也经历各种爱情。他一直以一个朋友和大哥的身份出现在他的生活里，在他需要的时候给予他帮助和安慰。王小玉有过2次婚姻，育有儿女，儿女们并不同意父亲和刘晓庆交往，包括晓庆自己也劝过他放弃，但是他说
我这样的年纪，对很多事情都看得很开了，唯独感情这件事，我要执着到底。儿女们曾经问他，刘晓庆有什么地方让你不能割舍？他说，晓庆这一生经历过这么多苦难挫折，但是你看他从里到外都是这么透亮，不抱怨，不自怜，活得这么积极快乐，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他值得我的爱慕和等待。也许幸福只为真诚执着的人停留。2012年，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大半生的刘晓庆终于想要一个归宿了，而一直守护住他的王小玉是他最想停靠的港湾。婚礼由王小玉一手操办，从教堂选址、新娘礼服到入住的酒店，再到婚礼的摄影团队，每一个细节他都力求尽善尽美。他对还在中国拍戏的刘晓庆说，一切都交给我，你到时候一个人什么都不用带，直接飞过来就行了。而在婚礼的前夕，他将自己在美国和香港的两处豪宅过户到刘晓庆名下，对他说，从此你在美国、在香港、在北京都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婚礼在美国旧金山近郊的一座位于茂密树林中的教堂举行。刘晓庆身穿美丽的婚纱，由妹夫敬军护送，在管风琴演奏的婚礼进行曲中款款步入教堂。在牧师的见证下，新郎和新娘交换戒指，并互相对方说出爱的誓词。王小玉说，晓庆，我亲爱的你，多年的仰慕和期待，今天我终于能在祝福声中牵住你的手，和你走进这神圣的婚姻殿堂。从此后，我会尊重你，呵护你，永远的深爱你。如果说人有九世循环，那么无论前面的路多么艰难险阻，我都将坚定不移地仍然娶你为妻。如果说人在天国里会得到永生，那么在天国里和我相依相守永生的伴侣也必然是你，我深爱的 Lee。 刘晓庆回应道， WLLIAM，多年来你一直懂我、爱我、敬我、心疼我，对我呵护、包容、信任、期盼，我愿意与你携手勇敢同行婚姻的路，我会尊重你，好好爱你，走向属于我们的幸福。真诚温馨感人的气氛让全场来宾都热泪盈眶。而对于由他的婚讯在国内的网民中引发的各种议论和猜想，刘晓庆在微博上淡然自信回应，你想要得到一个出色的男人，那你就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我仍然会年轻美丽的活住，仍然心怀追求幸福的勇气和决心。如果我这样的年纪依然可以得到幸福和爱情，那么你也一定可以。太厉害了，女人们都要把她当成偶像了啦。而且每天跑8000多步真的很努力，也难怪身材保持得那么好。喜欢这文章吗？分享给您的朋友吧。你的支持能推动我们继续提供更优质文章哦。